近十年，椰青水被一众荷里活明星大众热捧为神水，究竟佢有咩咁犀利嘅地方？大家又知唔知佢有咩好处呢？多数我会饮汽水，跑得耐咧会饮电解质嘅饮品咁样。本身都有一個美顏和減肥的作用，應該比汽水健康，可能是生果的東西比較聽落都健康一點。在炎熱、乾燥和高運動量的日子當中，身體流失水分會比平時快，一般大眾會想著運動能量飲品是最好的選擇，但其實當中所含的鈉和糖都非常之高。其實除了運動能量飲品之外，椰青水都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選擇。每100毫升的椰青水只含有 4.7 克糖和18毫克的鈉，這個份量的飲品可以稱為低糖和低鈉的飲品。椰青水含有5種與人體血液相同的電解質，能夠促進神經傳導，刺激大腦，並且有效迅速補充體液。另外，天然的葡萄糖亦都可以提供熱量，對於成年人、小朋友甚至乎長者都有很多好處。例如鈉質可以有助降低血壓，促進血管健康，保護心臟。維他命 B 可以幫助組織修復，緩解壓力和緊張。酵素能夠促進腸道消化。至於鈣質就能夠強化骨骼和肌肉等等。椰青水除了可以飲用之外，亦都可以變化成很多創意的食譜。而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個鮮果格的燕麥罐的食譜，屬於低糖、高纖和低熱量的早餐食法。營養的食材加上創意的廚藝，一家大小都是值得有型又開心。今天大家一起試一下吧。